今天又是在折扇村那边订的一个玩具，跟他是同一个系列的，也是跟一个什么地方的联名，但是我忘记了，他没有偷看，跟他这样的一个小黑羊。然后它是全身都是连着的，不像这个小鳄鱼中间还有一节，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一只黑羊。它背后这个东西我没看懂是什么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星星流星，然后是一只黑色的羊，这里也有一个流星，这里是它的耳朵，然后嘴巴是凹陷进去的，眼睛，然后胸口一撮小白羊，有裤腰带，就这样的一只。然后底下有那个 cookie dog， 然后这边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也是一个玩具品牌吧，但是我不认识，大家看能不能看得清，就这样的一只小白羊。然后它好像比他们俩要小一些，就是这样子的三只，还是挺好笑的，我发现他家那个 cookie dog 给他家的那个自己的品牌的玩具就是这边的脸，右脸，然后联名的是左脸是吧，两个都是联名的，这个是跟周三岁他家联名的，这个是那个另外一个品牌的联名。好的，就这样吧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